Everyone, welcome to our English class.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英语课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二单元的内容。My school bag. 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会了一个失物招领。那么它的单词大家还记得吗？Yes, it's lost and found. Lost and found，失物招领。 那么在失物招领的地方呢，我们会和在那里的老师进行一些对话。我们要找寻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对话，我们一起来补全这个对话好吗？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书包，是不是可能遗失了一个书包？So the student says, "Excuse me, I lost my school bag. I lost my school bag. 我的书包掉了，嗯，不见了。 那么在食物招领处的老师会问 "What color is it？"，那么它是什么颜色呢？那么我们除了问颜色，我们还可以用不同的信息量去问，可以问是什么形状的呢？还有它是什么大小的呢？Size，size size, 是问大小，那么 shape，shape shape, 是问形状。那么我们可以问到 "What color is it？"，"What shape is it？" And what size is it? Is it? What size is it? 那么看到这个书包, What color is it? It's blue. It's heavy and big. 呀，又又大又重的书包。我们就可以对这个书包，遗失掉的书包进行一些描述。那么, yeah, What's in it? What's in it? 哦，oh, 可能找到了，同时找到了几个蓝色的大书包。那么，在书包里面有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打开书包看。哇、wow, 哦，in this schoolbag，what's in it？What's in it？里面有些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有 rulers，rulers rulers, 有两把尺子啊，还有 books，three books，three books。Books, books. So we can say two rulers and three books. 嗯，in my schoolbag，在我的书包里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通过一番的寻找，哇哦，here it is，here it is，在这儿呢，这就是。Thanks a lot，thanks a lot。嗯，我们再用到我们的礼貌用语，非常的感谢，thanks a lot。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书包了。哇，哦，我们看到这幅图里面，pack my schoolbag，pack my schoolbag。那么 pack。 就是打包。那么，我们每天晚上在第二天上学之前，我们是不是要整理好我们的书包？在晚上做完作业，我们要把作业收好，课本收好，第二天要去学校的东西收好。我们看到张鹏的书包里有一些什么呢？哇哦，大家看到一幅很大的图，这是他的书包，里面有一些什么呢？There's a notebook，有一个笔记本，还有 keys 钥匙。 这里呢还有一些糖果，candy，candy，candy, 还有一个悠悠球，是一个玩具，toy。我们看到，在他的书包当中有 candy，candy，toy，toy，key，key，notebook，notebook notebook。嗯，张鹏边清理书包边说，嗯。 What's in my schoolbag? My keys，这里有很多的钥匙，toys，candies and a notebook 和我的笔记本。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像张鹏一样，在上学的头一天晚上就把我们的书包整理好，把我们要用的书本、我们要带的一些东西收收好在书包里，而不是在第二天早上匆匆忙忙的去整理书包，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去找东西。我们要把书包把东西提前的整理好。 好、哦，我们再看到下面一张图。What's in it? What's in it? 我们可以把 What 分开写。What is in it? 在这里有一个 desk，有一个课桌。我们看到这里给出了很多的单词。那么在我们的书桌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呢？这里给出了哪些单词？我们看第一个，bag，bag bag, 是一个袋子。第二个，pen，钢笔。pen，pencil，pencil pencil,。 Keys, keys, notebook, notebook, candy, candy, egg, egg。那么 candy 糖果，egg 鸡蛋。那么在这个书桌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呢？我们一个个来看，有没有 bag 啊？看到有没有 bag？No, there is no bag。没有袋子。 那么 pen 有没有呢？哇、wow, 哦，here is a pen，有一个钢笔，那么在这里打一个勾。Pencil 有铅笔吗？No，没有铅笔。看这里，keys，keys，Keys, 而且它用了复数哦，是有好几把钥匙呢。哇、wow, 哦，here is keys，keys。我们看到下面 notebook。Note book, notebook 笔记本有一个，这里 candy candy 糖果，里面有糖果吗？No，no no candy。最后呢，egg egg，是不是有一个鸡蛋呀？这里对了，egg。So what's in it？What's in the desk？What's in the desk？在课桌里面有些什么呢？ An egg, 记住啦, egg so we can say an egg, an egg and a pen, a pen and one, two, three, three keys three keys and a notebook a notebook What's in your desk? We看到这个问题, what's in your desk? 在你的课桌里有些什么呢？I have，我们可以用我有什么？I have，你再来一遍。An egg, a pen, three keys, a notebook in my desk。嗯，我们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了。So what's in your schoolbag？在你的书包里面有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两幅图。 可能有两个不同的书包。第一幅图里面有很多的东西。Here is a school bag. School bag. Story books. Story books. 有两本故事书。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车，Car. A little car. 是一个玩具车，A toy. 这里有玩具。那么这里呢是一些糖果，Candy. Candy. 这里还有一串钥匙，Keys. Keys. 我们看到这是 A 书包里面的物品，那么看到 B 书包里面有些什么呢？也有钥匙，对不对？Key，还有一些玩具，有悠悠球、魔方，还有一个小球在里面。这里也有 candy，但是这里只有一本故事书，a story book，a story book，还有一个绿色的书包，a green bag。那我们看看这里面，我们给出了一个描述，我们要找到正确的书包哦。 A 和 B 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书包呢？What's in your schoolbag? I have two storybooks，两本故事书。Three keys，三把钥匙。Some candies，一些糖果。Some toys，一些玩具。And a cute panda，a cute panda，一个 panda，熊猫。Cute 是可爱的，一个可爱的熊猫。 In my schoolbag，在我的书包里呀、啊，有这些东西。那我们看到这两幅图，到底哪一幅图才是他所描述的呢？我们看到这里，对吗？它是有一本书还是两本书啊？它只有一本。而这一幅图当中呢，two，yes，two、yes, two story books。再看到 three keys，那么这里要有三把钥匙。对了，那这幅图当中好像只有两两副钥匙哦，就 two keys，所以第二幅图也不对。Some candies。 哇，这里有很多的糖果，这里也有很多的糖果，and a cute panda，哪里才有这个可爱的熊猫呀？哇，我们第一幅图才有这个 cute panda，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好，我们来看到这里有几个地方，第一，some candies。 我们看到，只和之前的 candy 不一样，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糖果，所以我们得用复数。但是 candy 呢，它不是在这个 y 后面直接加 s，因为它是辅音字母加 y，这个 d 在这里啊，辅音字母加 y 呢，我们要把 y 改成 i，再加上 es，所以我们 candies 的复数大家要注意了，是改 y 为 i 加 es，candies，candies。 那么这个 toys 倒是不变，因为它不是辅音字母加 y，它是一个元音字母，我们直接加 s 就可以了。toys，toys toys。然后我们再看到这里有一个形容词 cute，cute，cute cute, cute 就是形容可爱的 cute。这就是我们这一题当中所描述的这个书包，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A。那我们今天的练习题就做到这里，我们下次课再见，拜拜。